创新的主体是企业，我们说了很多年很多遍了。然后呢，刚才刘总的话，作为企业里面我是特别的认同，作为做企业的特别认同。我觉得今天的所谓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好，不是今天，我这两个词前两年我觉得什么词啊，后来我发现很多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词。阿里巴巴做这个，就拿我们公司来讲，我们做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已经十多年，从支付宝第一天诞生后，我们就用机器去学习什么是犯罪行为，因为。